哎，甜甜回来了，张博回来了，甜甜回来了，甜甜回来了，嗯，甜甜回来了。哎，李婶，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嗯，今天早点回来吃饭。我过生日也没见你这么上心。啊？哎哎，你干嘛？你见鬼了！ 搞什么鬼？甜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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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干什么推我呀？你不上班去了吗？好好的惊喜全让你给毁了。爸呢？你昨天不是说想吃芒果吗？ 他说小周星的愿望必须实现，给你买去了，你肯定是亲生的。你就不一定是了。滚滚滚，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还有啊，晚饭之前不许回来。爸给你准备好久的惊喜，你要装不知道，听见没有？惊喜，惊喜！去去去去去。 知道绿川集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宠物用品公司，而您又是绿川集团未来的掌门人，并且热衷于公益事业，收获了这么一大批的拥簇者。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呢？首先呢，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绿川的支持，以及对于我本人的关注和喜爱。我也希望这份关注和喜爱可以对我们的宠物公益事业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今天的主人公其实是我们的这些宠物，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关注度放在这些宠物的身上。事实上，我的祖父沈荣先生从一家很小的医院做成了今天的绿川，而我们的服务宗旨呢，就是为所有的生命提供平等的爱和价值。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祖父呢，其实还差得很远，而且我也并不是什么掌门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对于绿川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还有支持。谢谢你们。我喜欢你，你真的是太谦虚了。我们看到今天的活动是有偿竞价领养，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等一下。 这是干嘛的？我有话说。我今天要代表各位在座的爱心人士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拿流浪动物赚钱？啊？干嘛呀？我一大早从20公里外开车过来，结果说好的领养变成了竞价。 你这心也太黑了吧你！啊！还过来吧，真带走。先生，哎，等一下，等一下，放手。那这位先生，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我们通过竞价的方式，为这些被抛弃的流浪动物找到一个更温馨的家，更爱他们的主人，更珍惜他们的主人，这有什么错吗？通过竞价领养的方式，所有的所得。 我们可以继续去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这个有什么错吗？今天这儿的每一只动物全部都是通过绿川专业的团队救治，获得了新的生命，获得了新的生活。这个世界上还有9000万只流浪狗，5000万只流浪猫没有被拯救，没有那么的幸运。如果您真的不愿意花钱在这领养，没关系，外面有那么多的流浪动物，你大可以去拯救它们，没有任何人剥夺你献爱心的权利，先生。 你这是狡辩！奸商！我今天就让你卖不成！先生，快把他拉走！把他拉出去！拉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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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
救下来！李总，沈晨，不管他，先去医院。好，快，沈晨，来，慢点吃，慢点吃，这还有啊。小黑，你去哪儿？你也吃点。 什么？我和妈已经在路上了，你赶紧来医院吧。什么？我和妈已经在路上了，你快点儿！哦，我们马上过来。我先走了。慢点儿。你身后，医院会合。好，放心吧。 你小声点，别吵了，他休息。小声点。你给他把单子弄了。我去办手续啊。去。别操心那个啊。我不吵，我声音又不大。去，别出去。走吧。嗯。拜拜。沈总。 米总，哥，都说了不要那么累，看你天天熬的黑眼圈都出来了，当弟弟的帮你一把，下，安息吧。